我就知道，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。我这就叫教育你啊？那可不是吗？我们家四口人啊，从小妈是董事长，爸爸是总经理啊，你是部门总经理，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，是吧？现在董事长退了，你是董事长，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教育教育我，天经地义。怎么了？有人在偷拍。嗯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们是从上海来的。上海？嗯。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玩啊？哦，我们是看到你们拍那个宣传片，没想到你们本人更好看。我听小春说，红豆的房子快到期了，也没有续租的意思。是，人家得回去工作了呀。那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现在官方辟谣已经没人信了是吗？不是，照你这意思说，那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，抓紧给你介绍了。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？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，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。能不能亲？到底能不能亲？许红豆，我们耍朋友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说了明天说吗？在海边你表个白，我答应安安亲一下。许红豆，你现在去给我开门！鬼才给你开门！你就继续憋着吧你啊！说清楚，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关系？大半夜爬窗户，这么高摔下去怎么办？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？现在就开！哎，不用开，就在这儿，能不能亲？到底能不能亲？你再检查检查，他有没有落下的东西？啊，没了，就这些了。我下午就帮你寄走，放心啊。那落下什么东西，想起来我再给你寄。嗯，舍不得你呢，又不是走着不联系了。又来了，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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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哎，就这一个吧。嗯，就那一个。好，走吧。红豆这两天都没来，忙什么呢？小院有个女孩要走嘛，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吃。嗯，走了吗？走了。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，我做那个葱油粑粑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阿妈，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老叔喜欢红豆姐姐。哎呦，那算什么秘密？阿妈，老叔都不说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啊，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了。怎么样，老师？茶稍微有点腻，太甜了，而且也很奇怪。有点呢？面包很松软，很香。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，茶烧应该再烤得焦一点。明天早上你再来，继续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想谈恋爱呀！别瞎想了，他们两个不可能的。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有情，我有意。好香啊，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。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
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，非让我回来，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你看看。你说陪阿奶吃饭，就是给阿奶下毒啊？不吃就滚，废话太多。大哥，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？带着呗，累了放松休闲一下。你怎么坑人啊你？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，我可不想助纣为虐。啊？我先去田里了啊。他说什么？助纣为虐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没跟你说你不知道，道爷真的不是个东西，每次都是讲得好好的，到青岛来啊，来吃海鲜啊，啊，每次都是要走要走了，哎，不是出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，这一次嘛，机票都买好了，他说他的领导叫他出差，不，出差了又怎么的，很正常呀，对哥，你知道什么？大洋出差，小西总不出差吧？小西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。你这屋檐下到底几窝鸟啊？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些。嚯！哎，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？啊？我们的约定。哎，那个照片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不是，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呀、啊？这都记录了些什么呢？这是我的隐私，请你尊重。哦，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，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。是想着我，还是给我添堵呢？怎么会是添堵嘛？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！我命是不好，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。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，见了人就嘚嘚嘚嘚嘚嘚的，用不着。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说完话没什么事，你赶紧走，我还上班呢，忙着呢。大妈，啊，早呀，早，早。哎，我熬了一个通宵都还没睡呢。东西写的顺利吗？没写出来。怎么又没写出来啊？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、眼泪、无数个枯坐的深夜，和我偶尔灵光一闪就上的。吴老师微信说他不吃睡，平时嗓门最大的不就是他吗？怪里怪气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文艺工作者啊，有时候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。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麦和胡老师坐在那儿，大眼瞪小眼的，没什么精神。哎呀，煮多了，又浪费了啊！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、啊。我阿爸一开始知道胡老师是音乐人的时候啊，表现得可崇拜了。那胡老师当然高兴啊，就把自己写的歌给我阿爸听，非常谦虚的让我阿爸提意见。我阿爸还真当回事儿，拿到市场上啊给其他人听，让大家一起给意见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。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，真的不好听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你们不是说让稍微打扮打扮吗？挺好的。平姐，帮我们拍张照呗，合影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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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，来，都站好了啊！小朋友们，看那。